我们国际狮子会全球有210国家，将近140万个狮友。这么多狮友里面，我最敬佩的是谁？你知道吗？来，我们跟他鼓掌一下，叫丹哥许。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这个 Wikipedia 读到他的故事，真的很感动。他是普学出身，跟我们国际总会长崔崇烈博士一样，都是普学出身，而且耶鲁区呢，跟我们国际四大学创办人大哥啾啾最韩国的区是姐妹区，他特别交代我，今天一定要特别颁发杰出专业教授跟咨询委聘书给他，而且他还特别交代有一个由美国总统特别批准才可以著作的国际狮子会100年的银币。第二位呢，也是我最敬爱最敬佩的我们最光国小的何松宇校长，是不是跟他鼓掌一下？他跟我们部长一样，都是非常的这一个年纪小的时候都要接受贫困的这样的考验，所以今天在当校长真的令我敬佩。那今天我来在这边呢，是以校务顾问的身份来感谢各位师友。我本身也是已经有十多年的师龄，在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英语系博士班的教授，那现在荣幸来担任国际师大学全球总校长，所以今天呢，也要特别来邀请我们何校长来当我们咨询委员，来给我们国际师大学提供能量。昨天呢，校长就给我们感受到这边的能量，而且里面如果没有感受到旁边有一样河流的涛声，你一听呢，你会很幸福。所以我现在用英文来问你们，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因为行政院卓荣泰部长也是我们徐部长的同学，最近呢，他颁发领导联席证书给我，我跟部长、我跟院长报告，我要来好好推动台湾的双语教育，让台湾呢，除了台积电在教育领域领导全世界，国际狮子会监管世界第一，我们要再创高就要靠教育，好不好？好。好，来，我问你们哦， Which school is the most reasonable school in the world？ 好，再讲一遍哦。Which school is the most reasonable school in the world？ 没有关系，我翻译一下。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议员说，还有大家都说在这里，鼓掌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来颁发这个国际总会长啊，这一个要请这个和。在我们的这一个部长，是不是徐部长？是不是请你上台一下？来，好，谢谢。